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猫咪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非常高冷的动物，它总是对人爱答不理，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，甚至就连对待自己的主人也是一脸嫌弃。不过这样的猫咪反而激起了很多主人的好奇心，于是就忍不住想要挑逗或者恶搞一下自家的猫咪。看这位宠主家的猫咪就非常的高冷，只见主人想要亲一口它，不料却遭到了猫咪的拒绝。不死心的主人不断挑逗着猫咪，最终的结果就是被挨了几巴掌。人们都说十只橘猫九只胖，还有一只在慢慢变胖，所以可以看出来它们是一种非常贪吃的猫咪。这个宠主家中就养了一只橘猫，平时很爱护自己的猫粮，于是主人就偷偷做了一个玩具挖掘机，想要试探一下自家的猫咪，接着就光明正大的开了进去。而猫咪在看到不速之客之后瞬间愣住了，只见挖掘机直接朝着猫粮挖了一大铲子，下一秒忍住别笑，一向宝贝猫粮的橘猫竟然呆呆地站在原地不敢上前，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猫粮被带走，估计是被这从来没有见过的生物给吓傻了吧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请点击左下方关注。